出发，哦，开始，哦来，哇，哦，整点，来，开始，哦来，整点，我来，没有一个影片，所以那个故障图是故障图，就来告诉大家。哎，处长，我跟你见面过无？处长啊，处长没有见过面了。是，我照了，马上传给他。这个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好，笑你。好，不来。好，你做你的，你做你的。好。李三老师，四幺二路库。哎，四幺二路库加油，这里。四幺二路库加油，收到。尽量安全啊哈。平交道30。是是，没错。尽量安全。对啊。必赛哦，哦，你唱个必赛都卖光，等一下喂，等一下我去无这只，兄弟。OK。吉安通过，好，吉安通过，过来，通过。
不要转头哦，快要拉到电线哦。收到，收到，朝北不转头。只有一个杨过一起在上来，谁把台弄掉的呀？我也不知道呢。长官嘛，是说长官。哎，变高的发展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。越南又三十。李老师，那个我有是高架路线的部分可以提升高一点，可能七十。啊，这个秘密的地方也秘来秘去。好。秘密的都没有。再改一点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稍等一下啊！出发！哦，出发！哦，这四分，差不多在半分半，半分半，三分半，嘿，三公里呀！大家都是半，没有，我那台灯票，我挂好舌头。我那台灯要做电话，台灯要做，你怎么搞的？会记？台灯大字，四幺幺七号。这样跑，怎么知道？台四幺幺七号，七号。吉安，因为走来了，进来了。吉安，你讲嘛？我接，分半搞来。慢，一分半，就买我两分啊嘞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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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，这个变高，这边联系平交道。对啊，平交道很多。这样来走，我带单。三十是太慢。啊，就这样子，好好呼叫。晚点运动过了。晚点运动过了。哎呦，来来游泳。好，这三股的168要转到四股。哎，三股168转四股，好，收到。因为平交道慢行三十公里。还有月台了，哎，还有月台。本来一台本来就四台了。增加平交道。因为平交道比较多，花了。之前那个平交道是处长指示的了啊，那我传给他，看到他还有没意见，我到时候台东可能会晚点。咱有两个平交道吼，差不多有经过几个？花莲路还是两个？两个嘛。三个啦，华联路来三个啦，三个，加第四个啦，加吉安啦，吉安三个，到吉安两个，加吉安华联吉安三个哦，嘿，嘿，他是打七五啊，就是刚出来而已，必赛五，我嘞，出来我嘞是万兆线速，速客加不起，哇，这必须必须的，等开车。平安八七九二谢谢。看见了吗？八七九二平安听到停车等书啊，谢谢。先跑，八七九二收到，谢谢。过那好多吧，不加他了，平常。八七九二的 PP 先做好哦，往北边穿，他是接二零四啊。看到过，驼过就可以了。好。换平交道50啊，好不好？改50这样，好。改50可能就比较好看。没啦，平交道改50，拜拜。我哩，你来看台灯过来。很多地方，像现在昨天跟我们通知说换了第一，这个问题不可以，所以等一下特别注意，等一下可能会有。他们就照着改过来，为你调试他一个坡，他都高过去了，不是，他坡冲的，
是哪呀？昨天有发现东西，那个电报昨天有。那我就平常都有。对谁呀？比赛哦。好嘞，比赛哦嘞。昨天陪周达刚嘛，到一到二点钟，开始21号开始到26号。多一点点不要吵，多一点点不要吵，没关系，很怕超速吗？不会啦，不会，那只是我们超几公里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自己设定的。好，第三车，不要超过 PP 区就好了。应该是他骑的，因为他是三组的168了，重心是比较小，但骑的，如果你是，他不是以重心的力量，你不能以重心来骑，他是要骑。可以啊，慢慢一转。电脑照这个速度可以。比他刹车高，比他刹车贵的。我见你逛街有啊？好。蓝宝文达。你好。
对啊，我再慢慢降速。三种限速，辛苦了。我怕降太快了，那就会受开车技术太差。你耳朵切好了吗？受苦要大嘞。保时台1965拿到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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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三十五号提升一年了，可以啦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朔风是有4分钟，风电哦，风电较济，风电12分。好了。8794，长官你好。朱六，问一下有额外的变速吗？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补头了，就按照规定的限速是。表现的我先玩很多，那现在后面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后面。好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是实在问了。要多可以啦，我们到时候他受风会抓久一点。最后检查受几波啊？闭塞五。对你要路线的话，到时候跟我们应该有个人设计。好，我的预约因素嘛，今天就预约设计在不会。你好，第一把是什么问题啊？对，因为它有些是双线，双线，有些桥隧道系的那种。那路线都是还在跑单线，还是在跑单，还在跑单测试，还没测试。降级后，那个是因为风大，风的更好。四学8792先进。就聊别了。8792四学停车时间。闭塞，追！所以要把车弄切好。闭塞，追！你弄切好。不用切。期待。你那个。昨天那个电报有没有跟你讲万荣在一股进驻那个？有哈，我帮你注明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边停车，对，停车了，对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我们这边太远了，我们有点好。顺丰8794接近。啊，8794。东沪线停车交汇215，谢谢。8794停车交汇，谢谢。顺丰停车，快下回。快下回。那边有车子来了，那登车子来了。请骑士8794。可以了，这招蛮不错。哎，好吧，不进站反速。朔风停车，还是朔风停车？朔风停车。
十月台啊，这就等这个直线嘛，再到到那边通电，那边通电，再到他，我给你烧一下通电饼，给他也放，他也可以，然后所以点下把招机出。好，一如中交会八七九四。各位旅客，寿光站快到，请靠近请靠近请靠近各位旅客，寿光各位旅客您好，上下车时请您遵守先下车后上车的顺序，并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谢谢您的乘坐。右侧开门。右侧开门。好，一分钟通过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卡掉几分钟？对啊，小挂卡小挂。我一说就到了。啊，那丰田就准点了呢。对啊，对，所以还好了，不会差很多了。六八三九五幺还要变啊！这个照片。那你欧一五去个应用对吧？卡几分呢？所以还好了，哎呀。喂，哎，你好。不会，我拿一下东西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哪里到？啊，方便，请坐，出发，您已经回到了啊，好了，八七九四，长官请上车啊，不会了，那就我们当面见了啊，上来了啦，开小我先去吧，不是，先进，好，八七九四，长官到上车了，请告知。开车，可以开。八七九四可以开车了，谢谢。这个是管制人员，他们就是。哇，注意，开错了。晚2:30。晚2:30。我们现在今天主要是70来跑了，70在跑，没有一下子跑那么快的。那个经过中心区间，电门要收吗？别不收，应该不用吧？啊，要是 PP 就没有收了。PP 没有收啊？好，四百七的第二天也没有收。那是那个利息。